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稀有言。音效又双若卓更新啦，服装和发型没有更新，眼镜更新了一个超沙雕的，哈哈哈哈，好喜欢。更新教程在最后面哦。附件更新了一个中国结，嗯哼，穿模了。别的头发应该不会穿模，然后剩下的都没有更新。现在康康物品更新了什么？汉化的不完全。更新了超多好康的小花花，黑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灰的。更新了超多花。康康地点更新了什么？在农场的附近有一个爱心别墅。这，总觉得似曾相识，好像那个圣诞小屋啊。有三层，大家自行观看吧。还更新了一个温泉，路程自己康，适合拍戏。下面是更新方法，搜索樱花校园模拟器。第二个是新版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拜拜。